现在你放弃 LC Bucket， 它主要除了有卖海鲜的东西以外呢，它还有卖很多其他吃的，像是汉堡啊、冰淇淋啊。Freddy， 你看前面，有人在荡秋千。所以来完 Chelsea Bucket 之后呢，就可以来到公园散散步。现在要搭船去自由岛看自由女神。去搭船前呢，要来这个地方买票。耶！那我们应该还会去一个岛的吗？那个岛干嘛的？那个就是以前过海关的地方。哦，真的哦？对，就是自由女神要来美国之后，在那边过海关吗？